咁喺澳門呢度咧，橫車咧都係以歐系同埋日系為主啦。咁我哋今日邀請到嘅嘉賓咧，佢就非常之喜愛美國嘅文化嘅，就連橫車都係以美國為主重嘅。咁我哋歡迎我哋嘅澳門經典車文化協會會長啦 ，Eddie。Hello。你好，你好，你好。咁我哋而家喺你哋嘅 studio 度啦。咁我見到你呢度除咗車嘅收藏之外咧，都有其他唔同嘅收藏品嘅喎，可唔可以同我哋簡單介紹一下咧？冇錯，呢啲係我玩車之前嘅一啲收藏。其實一路都好中意美國嘅舊文化，尤其是係由50至到80年代呢一段呢30年嗰啲，我覺得佢嗰、那個生活上面嘅產品咧係非常之有型嘅。即係好有刻去設計，亦都可以流傳到而家都。你就算當佢擺喺度，好似你身邊一部短相機啦，又或者佢隔離一個衣車咁樣啦，你一嚟佢嘅功能而家仲可以做到，繼續做到，但你就算係擺喺度都係一件好靚嘅擺設品嚟。咁我好中意佢呢個當時嗰個設計，同埋當年嗰個社會氣氛，可以容許到有呢啲咁嘅設計出嚟。我知道你而家坐緊嘅呢張凳咧，都係你其中一件收藏嚟嘅喎。呢個係一張，其實係一張電影凳嚟。咁見到佢有啲翹花啊，一啲呢張凳都可以咁樣去拉上去。係我喺網站度一個美國嘅戲院拆出嚟，咁佢必翻嚟買。咁比較特別嘅，佢係一個單座位嘅電影凳啊，就係連住嗰啲啦，都幾靚嘅。咁除咗呢啲之外，你仲有冇其他嘅收藏品咧？有啊，仲有一扎男裝嘅皮褸啦，咁全部都係比較復古款少少。男裝皮褸就點解做男裝就？因為我唔係好熟女士買衫嗰個邏輯啦。咁同埋我都覺得係尤其是澳門男士係絕對需要一件好有型嘅皮褸去襯托角色嘅場合。所以我就。而且我開頭就唔係賣嘅，咁我都係買咗好多自己著，咁即係數量去到30多、40件越嚟越多啦。咁我不如試下賣出嚟，俾一啲同好啦，或者未著過都可以介紹下佢著。咁嚟緊會唔會諗住考慮下拓展女性嘅市場？都會嘅，因為車會嘅發展，我哋發覺我哋車會都有唔少嘅女車手，好似阿唐都係其中一個。咁即係如果即係好似阿唐咁，可以著住一件好有型嘅皮褸，再揸住架經典車，我覺得真係 perfect。咁我都期待你嚟緊會翻多啲女性嘅皮褸可以俾我試下嘅。好。皮褸收藏方面咧，我知道你有一件特別中意嘅，可唔可以介紹下佢啊？嗰件係近年收藏嘅，咁應該都係。我最貴嘅一件皮褸，咁佢係一套美國好出名嘅電影，好舊嘅電影叫做《Easy Rider》。咁主角裡面著住呢件牛皮嘅皮褸，咁我背脊有一個好大個嘅美國旗嘅標誌。咁呢件皮褸就一個日本牌子啦，就完全將佢復刻曬出嚟，咁非常之精緻。咁亦都最重要佢嗰個質地啦，同埋佢個。個剪裁啦，係好符合亞洲人，好符合我嘅身形，就唔會好似可能其他外國嘅牌子會著到扮曬大隻人唔係大隻嗰啲咁嘅感覺。咁作為澳門經典車文化協會嘅創會會長啦，咁你對汽車都有相當之濃厚嘅興趣啦，咁你汽車收藏都有唔少嘅喎，分別有邊啲咧？其實如果跟我們副會長比，我那些就是少除了我本身那架1978年的同我同年的大黃蜂，即是美國牌子斯柏達 Camaro 這架車，還有一架1981年的Cadillac 啦，都是美國車，還有一架 Benz 的 C126， 然後近年呢就有一架1998年的 Civic ST202。
咩機緣巧合之下會去玩車嘅咧？係機緣巧合，其實我係一個遲熟男嚟嘅，尤其是相比我哋社會其他嘅會員，咁真係我冇父任啦，即係我意思係冇屋企我老豆嗰、那個教導啦。咁佢都好中意車，但係佢就一路換車，中意玩新車為主。咁我就執佢啲死雞，揸佢啲車，變咗做我嘅腳車。咁但係我當時亦都冇話對賽車有熱血啦。我當年少年亦都冇一啲豬朋狗友喺我隔離去導我玩車啦。咁我記得我好似90年代尾嗰陣時喺温哥華讀書生活，就嗰陣時係用一部街市啊，都係美國牌子嘅車人咧，去學車去考車，喺雪地度考車。然後就我老豆就買咗一部二手嘅 Golf。嘅 Golf 嘅 MK3 如果冇記錯，一部黑色硬頂嘅五門結背嘅自動波嘅車俾我揸，幾好玩嘅，好實淨嘅嗰架車個俾我感覺。咁佢都陪伴住我好多翻學啊，做我人生第一份送花嘅工作嘅車。但係除咗換幫佢換斜啤胎，我就冇乜其他技能照顧佢。所以嗰時都搞到嗰部車好投人心嚟。咁講翻話頭先，好似點解話我係遲熟男？其實我係睇下先，我係10年前買大黃蜂，我先至好似突然間啪一聲咁，我中意呢樣嘢。咁我真係收你講句，我係3個月前我先第一次學波車，學棍波。咁仲有其他車嘅。維修啊，或者當中的零件，我都是一路慢慢咁去學嘅。你覺得學棍波車咁困難咧？好困難，尤其是我可能即係揸咗20多年自動波，都好真係好困難。我覺得嗰陣時我問我朋友借佢一部就嚟攞去劏嘅萬事德嘅棍波車，即係已經屬於現代嘅棍波車啦，都應該冇咁辛苦，但係我都。好難，我到而家上車一停咗車我就死火啦，我就拿手唔停勢嘅。咁點解揸咗咁耐自動波會突然間想學棍波？一嚟我覺得係我喺呢個會個位置，我係絕對需要有呢個技術先啦。咁同埋尤其是我中意得呢樣嘢，我哋車會亦都係講緊呢個年份嘅經驗車，我冇可能去認識同學習呢樣嘢。就算你話熟唔熟習，冇好中意其他會員咁犀利，咁我起碼都要識揸。咁你喺玩車嘅道路上面，你屋企人會唔會有話支持或者反對咧？就一般啦，就都冇話係好特別支持同埋反對嘅。咁因為呢個始終都係一個比較消遣嘅娛樂嘅，咁但係我覺得都。可以去接受的，因為譬如大黃蜂都咁多年，我劈咗都唔少嘅金錢落去，時間精神落去，但係或者咁講，你冇佢，亦都冇而家呢個車會，或者冇我哋做呢個訪問，咁我覺得呢啲金錢上嘅嘢係絕對有值得嘅。咁你都同我哋講咗咁多嘅經歷啦，咁我哋而家不如去睇下你嘅汽車收藏。
同我哋介紹你嘅汽車收藏之前咧，可唔可以簡單同我哋講下美國車咧喺澳門嘅發展咧？如果以我所知，喺澳門應該60-80年代就好多美國車喺街嗰度，因為可能當時日本車就未係黃金年代啦。咁除咗係歐洲車比較高價少少嘅車，咁美國車其實係嗰個價錢比較平民化。咁同埋佢款式啊，各方面咁，當然當時嘅澳門街嗰個道路就寬闊好多啦。咁所以以我所知係好多車嘅，好多美國車嘅嗰個年代。咁嚟到而家都仲有好多牌子嘅。咁譬如大黃蜂嘅 Chevrolet 啦，咁仲有Lincoln 啊、Chrysler 啊、Pontiac 啦，好重要呢個火鳥嘅牌子啦。咁仲有 GMC 啦，仲有。仲有呢個卡迪尼啦，仲有當然啦。咁但係我個記錄就好似近呢5年佢都冇再有新車入嚟澳門。咁喺我哋身後嘅呢架大黃蜂啦 ，Camaro 啦，我知道係一架你比較心頭好嘅車啦，喺澳門大大小小嘅場合都有曾經佢嘅出現嘅。係呢架車，呢架車真係好有對我嚟講一個好緣分，即係。好像我剛才講，我是從來都沒有好這味嘢的男人啦，即係點解即係十年前會無端端即係好天時地利人和各樣都齊曬，即係嗰陣時係應該冇記錯係2008年咁上下個變形金剛嘅真人版第一套戲就喺澳門上畫啦，咁我睇完之後，哇！即係冇得頂啦，咁呢個角色呢、這個大黃蜂係比主角柯柏文更加搶眼，咁。同一年，我記得好像是同一個月添，我就在馬角一間車行度見到呢部嘢，即企咗直，我話真係呆曬嘅喎！你完全係，仲要係佢嗰陣時已經是黃色嘅啦。但係我嗰陣時就冇咁熱血嘅，都冇咁衝動話衝埋去賣賣啊呢啲乜嘢。咁我都沉澱咗一段時間，我諗都一兩年到。又有一日又是神堆鬼用的、我走過羅斯山附近，又是我從來都不會話主動去行啲二手車嗰啲地方。咁嗰日就去了羅斯山一架，仲要是捐入去地下的二手車行、就嗰、那個車行是很大，我又好像無端端咁走入去，最起眼嗰、那個嗰粒頭位，啱啱啱就見到呢架嘢喺度。咁又是呆了一陣啦，咁問咗個價錢車行的老闆說他還能動的，看的人就多，但是個個見到他又這樣的年份，又不熟悉的美國牌子，又這樣的5000cc 的排氣量，真的已經那隻腳已經縮到出門口了。即我就立刻回去做功課，我用了一個禮拜去網上炒了很多，即由零開始關於這輛車所有東西，究竟零件啊、維修啊、牌子啊，去到咩年份嗰啲咁嘅嘢，亦都請教睇下先。請教係我嗰陣時一個車行嘅朋友啦，咁問咗佢好多意見啦。咁我都冇再諗太多嘅。就即係我當時我只係浮現首先呢個價錢我係可以接受得到，可以支付得到。同埋呢個嘢有自動波啦，我又唔識揸棍波啦嗰陣時。咁左太嚟講，我喺溫哥華嘅經驗亦都冇問題。仲等啲咩啫？仲有係我亦都物色到一個屋企人幫我物色到一個車位，租用嘅車位，咁就即刻去就俾錢，就我真係揸走佢嘅當時。咁當然之後架車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問題，慢慢去執啦。所以我覺得係好得意嘅，遇到呢架車，咁冇呢架車真係冇角色嘅嘢發生嘅。咁可以話你同呢架車係命中注定。是有些老土，不過我覺得都是其實大黃蜂都有些年紀啦，加上它是美國車啦，跟在美國相比的話，澳門的道路方面會不會比較難駕駛，或者維修方面會不會有些什麼困難之處呢？好像剛才說左太駕駛來說，我在溫哥華的時候就完全沒有問題，況且澳門街有很多泊車都是一左一右兩邊都有，但是它這個搣長的車身，和它的車頭 是長很多的一節，有很多巷仔啊，譬如高士德那些我到現在都不敢入，我怕入就出不回來。但是大致上是 OK 的。零件保養方面是絕對沒有問題，
甚至乎可以講俾某一啲日本車、英國車、意大利車，佢翻零件係絕對係冇問題，因為佢喺美國本土係好流行，仲係玩呢樣嘢，所以有好多咩廠都好都會出同佢出大量嘅零件。咁我咁多年我即係細咗一粒螺絲大到成個拎胎啊，我都喺美國嗰度網站 bid 翻嚟，跟住再轉運翻澳門。維修方面就都要同車行去夾一夾嘅，咁佢即係可能即係有時啲嘢簡單得滯，又譬如美國嗰時嘅車行係你要冇咁 fit 咯，嗰啲零件冇日本咁靚，咁你就要整左整右整再先至 fit 到。咁我哋知道你中意美國嘅車啦，咁對美國文化有好濃厚嘅興趣。咁又啱啱學棍波，你會唔會考慮入一架棍波嘅美國車款呢？有噶，咁雖然澳門暫時唔可以入到二手車啦，咁新款車其實我都有幾個心水嘅，即係muscle car 新款嘅 muscle car 又好，又或者好似頭先提到Ford 嗰個越野車嗰個 Bronco，我都好想入一架棍仔兩門嘅咁樣去玩，我覺得係。即係好想試一下係有幾唔同咯感覺。咁好多謝 Eddie 今日做我哋嘅嘉賓啦，咁令到我哋認識咗更加多美國車喺澳門嘅趣事啦，同埋佢自己嘅心路歷程嘅。咁日後我哋都會有更加多嘅報導係關於澳門經典車文化協會同埋佢哋會員嘅收藏啦。咁今日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你哋中意呢條片嘅就俾個 like 啦，同埋記得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page。好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